每晚八点，聆听读者。你好，欢迎收听读者，我是主播燕坤。今天和您分享，人生有三累，熬过去你就赢了。关注读者新媒体，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。电影《这个杀手不太冷》中，小女孩玛蒂达问，生活是否永远艰辛，还是只有童年如此？里昂告诉她，总是如此。人生起起落落，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，情绪反反复复，胡思乱想，庸庸碌碌生活，匆匆忙忙。